简历都不会写。看啥周星呢？周星呢？我现在就不看了啊。周星目前呢，天佑是排在第一，然后呢，力哥排在第二啊。大字体我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啊。然后阿哲呢，可能之前也是抢了一下，抢了一下，后来一看呢，不对呀，这玩意我不能抢呢，我得退出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们两个抢吧，是不是？然后现在阿哲呢就排在第四，是不是吧？是不是讲这个意思嘛？就是威武霸气这个周星啊，没毛病吧？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杨大爷。啊，杨大爷抢了棒棒糖，目前排在第一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之前呢，啊，杨大爷呢，上一个周呢抢了萝莉，现在排在第一了，啊，也就是这么说，杨大爷今年周星画面非常的多，啊，还有一个人是大嘎子，啊，大嘎子也上了，是不是嘛？啊，大嘎子也上了，哎呀，这一天的真累啊，大嘎子也上了，我看大嘎子是不是上了啊？大嘎子。大嘎子现在五地的主播呢，两个主播啊，一个是杨大爷，一个是大嘎子啊，乌鸦。但是我说实话啊，大嘎子呀，真的，你说你老抢乌鸦，我看你就像乌鸦。兄弟们，你像看不看？你看像不像啊？你看大嘎子看的像不像？